人民法院院会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中对行政院函请审议的《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第32条条文修正草案热烈的讨论。这个条文是在上一次会期中经过广泛的讨论以后，因为意见很多没有结论，移到本次会期中继续的讨论。在今天的院会中也将讨论饮用水管理条例草案以及中央气象局组织条例修正草案等议案。